为了要将台南优质的农产品外销出去，阁会当兼顾国内市场。第二选区里为补选参选人郭国文，是提出优质外销、加工升级、栽培礼品和农业销售会当提升的三大对策。伊表示，小王中国的山药每一吨价值$2,526，但是小国日本每一吨高达$8,441，是中国的3.4倍。因此，郭国文表示，市场订单才是咱应该爱去争取的目标。为了要将台湾优质农产品外销出去，阁会当兼顾国内市场，提高农民自销栽培的比例，因此第二选区立委补选参选人郭国文今仔伫记者会时提出，内外兼顾产地加倍，如何使农业销售会当提升的三大对策。提出三个一个策略哈，三略的一个方法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希望在设备上面呢，在冷链的一个设备系统能够加强哈。那另外的部分呢，是在食品加工的部分能够升级，还有伴手礼的部分能够扩大。那主要是透过这种方式来达到内外销的一个量价的一个齐扬，希望达到这个效果。另外，郭国文表示，市场端才是咱应该要去争取的目标，并且以2018年农委会山药统计为例，销往中国大陆的山药每公吨价值$2,526，但是销到日本每公吨高达$8,441，是中国的3.4倍。那简单的讲呢，我们到底要找一个稳定的市场通路，那价格高的市场通路，还是要一个不稳定的市场通路或价格低的通路？刚才讲的净底端跟市场端的选择啦，吼。啊，阮行路线是净底端，是市场端的路线，不是净底端的路线。我感觉以股等来看，吼，行净底端未股等，行市场端开股等。在这场记者会当中，郭国文也邀请吴米乐、昆平伯啊，南管新基总经理黄龙宇，行政院家人办公室副执行长王凯旋。生化农会等人为所提出如何使农业销售会当提升的三大对策来背书，并且公开支持郭国文会当来当选这次立委的补选，为台湾农民做更加侪代志。内外兼具，产值加倍；内外兼具，产值加倍。记者萧建伟，生化区采访报道。